瑞娜近日在节目上坦言，在 S1 结算后得到了丰厚的酬劳，让她可以住在江南，甚至在阳平买了房子，还买了 B 牌豪车，对于出身贫困的她来说有着很大的帮助。瑞娜现在和哥哥一起住，哥哥还刷她的信用卡买游戏花了10万元，让主持人惊讶问道：全家就你在付钱吗？那和朋友出去也是你付吗？瑞娜庆幸说道：我的朋友赚得更多，和成员一起吃饭的时候都是他结账，但如果S112名成员一起聚餐，大家会平分费用，因为大家真的很能吃，以前有过结账超过1000万韩元的经验，当时队长全恩飞慷慨的请客了，让网友们也觉得很惊讶，纷纷表示看来做偶像真是赚钱的职业啊。